样子是不是？搞这个样子是不是？穿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心理医生，妈的，你长这么大，你还在看他妈儿科是不是啊？心理医生是他有他的专业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不能用一个外表评判一个人是不是专业的、啊。那好，来来来，我那个警官医书啊，我现在考考你哦。请问你为什么现在穿这个衣服呢？这是我的睡衣啊！他妈的，你看这个人这口才真烂，真是烂透了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你这个身的衣服是为了让人家感觉到和谐，这样心情才会放松，才有办法引领出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，懂不懂？然后你要说你、啊，我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是来看病。Oh.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，对嘛？来，重新一次，重新一次。那个警官医书啊，请问你为什么穿这身衣服啊？因为我要让你舒服。